子宫肌瘤中医一样能解决。治疗肌瘤最大的有14cm， 在临床用艾灸治疗。汕头女孩26岁，子宫肌瘤 1.4， 艾灸16天完全消失，随访至今没有复发。子宫肌瘤又叫子宫平滑肌瘤，是女性生殖器最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。如发现有肌瘤不必惊慌，可以用艾灸治疗，或者配合中医治疗。一芭蕾舞演员的子宫肌瘤。一天来了一位20多岁的姑娘，长得纤细高挑，眉眼弯弯，可惜脸色发黄，愁眉不展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姑娘是个芭蕾舞团的领舞演员，算个明星。娘长得漂亮，能力也强，追求者也多，刚20出头就结了婚。结婚之后，现实问题来了，到底要不要马上生孩子呢？姑娘与爱人商量，决定暂时不要，事业为重，先把舞跳好了再说。就因为这个决定，姑娘做了一次人流，但流产之后月经就出了问题了，来得不准，量少，颜色发暗，而且肚子还经常疼。一个月前，芭蕾舞团给演员们做体检，姑娘被查出小腹有包块，这才着了急，赶紧到医院看病。做了 B 超后，诊断为子宫肌瘤，大夫建议做手术切除。姑娘害怕动刀，就跑到诊室来看病。二、子宫肌瘤是什么？子宫肌瘤又叫子宫平滑肌瘤，是女性生殖器最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。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症状，少数人会有阴道出血或腹部出按有肿物等压迫症状。按中医的说法，这个病叫实甲。30岁以上的妇女容易的这种病是妇科多发病。西医又把子宫肌瘤叫做子宫纤维肌瘤，是子宫的实性良性肿瘤。女性得这个病可能与雌激素的刺激有关，得了子宫肌瘤的女性一般来说会有这样的症状。一、子宫逐渐长大，较坚硬，触摸下腹部有肿块，一般无处痛。二、时感腹痛，月经量多或带经时间过长，或有带下。四、腰酸痛，身倦乏力，头晕，心慌，五心烦热。五、舌淡，脉缓而细弱。中医认为此病多半是由于情志失调，忧思过度，阴气肝脾不和，导致冲任功能紊乱，气血淤积或痰湿凝滞愈久而成积。如果病人久病失血，就会气血双亏，出现体虚病实的病症。三、九皮根穴治子宫肌瘤。子宫肌瘤，九皮根，皮根穴解，皮根穴是经外穴，脾就是脾块的意思，腹内肿大的器官，如肝肿大、脾肿大都可以叫脾块。这个穴位有治疗肝脾肿大的作用，有如截断脾块根部的作用，故名脾根。针扎或艾灸这个穴位可以治疗脾块。肝脾肿大，疝痛、腰痛、肠炎、咳逆、胃痉挛、胃炎、胃扩张、肝炎、肝脾肿大、腰肌劳损、肾下垂等病。给芭蕾舞女演员看病，见她舌质淡，舌苔发白，再一摸她的脉沉细弦，就知道她是因为肝郁气滞，气血郁结导致了实甲，于是就按调气活血、化瘀通络的思路给她治疗，用艾灸九姑娘的脾根穴，每次灸30分钟。治了一次之后，姑娘的症状减轻了，乏力也好多了。又治了两个疗程，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，月经也正常了。姑娘再到医院去做 B 超，出来的检查结果让她高兴坏了，恢复正常，子宫肌瘤消失了。四、子宫肌瘤的家庭保健。有三类人群易发子宫肌瘤。第一类，未育女性提前进入更年期。未育女性得不到孕激素及时有效保护，易发生激素依赖性疾病，子宫肌瘤就是其中之一。第二类，性生活失调影响子宫健康。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刺激可促进神经内分泌正常进行，使人体激素正常良好的分泌，而长期性生活失调容易引起激素水平分泌紊乱，导致盆腔慢性充血，诱发子宫肌瘤。第三类，抑郁女性多发子宫肌瘤。女性自身的抑郁情绪
很容易促使雌激素分泌量增多，且作用加强，有时可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。这同样是子宫肌瘤产生的重要原因。真的得了子宫肌瘤，最好中医看看，别看西医。除了动刀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。同时可进行家庭的辅助疗法，在家用鞭针或艾灸对脾根穴进行保健。寻找脾根穴，脾根穴是经外穴，位置在腰部，在第一腰椎棘突下，旁开5.5寸，荒门穴外开0.5寸，手在腰部可以摸到。窦太师秘传说脾根穴，背脊中命门穴两旁各四指许，艾灸保健法。病人在家用艾灸疗法灸脾根穴的时候，要采用俯卧的姿势，用艾条温和灸，每次10到20分钟。砭石保健法可找家人帮助，用砭石点按脾根穴，也可以自用砭石点按，每次点按2到3分钟，每天2次。